2000만 원 있어 봐. 2000만 원 봐요. 你们今天是来拍什么？拍莫德纳第三季的啊。为什么今天想要抢来抢打？那得看新闻报道，真的最佳去保护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嘛。开始我们中央哈，我们直接我们的陈部长哈，直接宣布说啊，可以开始施打第三季的一个疫苗。对。那那时候因为192的平台也没有开放，所以有很多的民众。他不知道怎么去预约，就直接说打电话到我们诊所是医院，所以据我了解，我们榆林市所有的诊所跟医院的电话全部都被打爆了哈、哦，那根本就是也没办法去负荷。那当然我知道说好像是从下礼拜始平台就开始预约了，那俊俊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哈、哦，大家可以再缓一缓，没关系哈、哦。对，就是等平台预约之后，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分流的一个动作。那这样我们再看到现在很多诊所的前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子哦，不然说每一家医院都是一样。那这边也希望哦，做民众都可以按照顺序来哈，慢慢来。我们疫苗一定足够，都一定打得到。